总是被分手。麦子乐爱自己多过另一半。麦子乐日前就出席钟表活动，问到他会不会买表氹女友，他就直言不需要靠物质追女仔。他又自爆同圈内女友分咗手两个月，所以新年要独自过。我而家系新年，即系可能系一个人过啊，即系啱啱分手啊，系啊，分手两个月啦，分手好惨，因为你唔识嘢。乜嘢啊？因为你唔因为因为自己就自己做得唔好嘅，系啦，即系唔好出嚟偷食。唔系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爱自己多过爱对方，系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中意自己多啲。平分手都 OK 嘅。你咪自恋狂啊？唔系，喂，你咁样讲，你爱自己嘛？唔系。此外，問到正拍攝同志電影的他會不會中途轉機，子樂就即刻否認。他就透露稍後會拍一套電影，戲中他會跟兩個女仔發生關係。咁子樂，你在現實生活裏面有沒有試過一腳踏兩船啊？冇，拖拖拉拉唔。咪有細，即係再細個啲咯。而家即係冇咯。咁樣問？冇啊！而家真係冇。唔夠膽分手嘅，邊個分手啊？肯定女朋友踢走你啊！係啊，我都係被分，成日都係被分。被分手啊！都慘㗎啦，所以姐姐見過啊！係，我會。而家我真係工作緊要咯，真係。